我上一次同阿李議員解釋嗰個程序，就係話俾佢聽，喺中國張先生嗰委任嗰個程序咧，係合依附程序嘅。係有一個會議上咧，我同呢一個即係副處長大家傾嘅。咁嗰次咧，我唔會叫其他副處長去即係話係佢哋有份去提名嘅，始終都係由我去提名嘅。係，因為嗰兩位副處長我都唔認識阿鍾先生。梁國雄議員，這個確定咗㗎啦。咁嗱，你知道阿鍾生喺嗰間律師行做嘅，咁你又知唔知嗰間律師行嘅規模啊？唔知嘅係咪？梁生，主席，我已經答過呢個問題，多謝。梁國雄議員，咁你又曾經講過咧，就係話你知道嗰間，你認識嗰間律師行，咁你見到嗰間律師行，我覺得其實即係嗰間律師行嗰個名稱已經有個鐘字喺度㗎啦。我唔知道就係咪話鍾國昌先生啊？我唔知係咪有另一位叫鍾大昌、鍾細昌先生啊？我想請教你，你係咪即係知道？你知唔知道阿鍾國昌先生嗰間律師行裏面其實得一個姓鍾嘅人？梁生，主席，我唔知道佢哋律師行幾多位姓鍾。OK， 咁你就冇聯想過？當時係冇聯想。梁國雄議員。問咗，我哋當時冇聯想，睇到乜鐘咁樣。佢曾經，佢梁生咧係有曾經答過，佢係知道咧鍾國昌律師係喺嗰間律師樓度做嘅，佢係知道嘅。嗰、那個問題係答過嘅，之前個聆訊係有答過嘅，佢係清晰答過咧，佢係知道佢喺嗰間。我咪問佢點解冇聯想咯？嗱，佢個口供係咁啊嘛，佢知道喺嗰度做啦，佢又知嗰間律師行啦，咁佢睇到呢、這個。紅灣半島嗰件事係有乜乜乜鍾律師行，我問佢有冇聯想啊嘛，係合乎情理嘅推論嚟嘅。梁生，主席係冇聯想。點解？主席點解會有聯想？梁國雄議員，個原因就係因為咧，你自己本身咧係位居耀津啊嘛，你係有機會去影響成個談判嘅過程啊嘛。鍾山就係代表緊政府。嘅對手，即係你代表嘅機構嘅對手，喺度打官司嘛？點解冇聯想咧？梁生，主席，我喺作證嘅時候咧，已經講清楚啦。一遇到呢法律上嘅事務咧，我又交律師去處理，我係唔會即係過問嘅。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我唔會過問咧，呢個説話要收定，唔係唔會過問，即係話咧，即係我問佢哋，又交由佢哋處理嚇。咁、當然咧。係涉及到我個工作嘅範圍咧，佢哋即係佢哋嗰個法律意見啊，咁樣點樣處理呢件事講咧？當然咧，我係要係我嘅範圍啦。梁國雄議員，嗱，咁你個答法咧就係話，其實你唔係冇聯想，而係你有個習慣，就係逢係法律嘅問題咧就交俾個律師做啫喎。你冇答到個問題，我問你點解有冇聯想？聯想嘅嘢唔係。聯想唔係一個理性嘅嘢嚟嘅，係一個如果聯想係理性嘅，好大件事嘅。梁國雄議員好冇，你直接問你嘅問題，你唔好講咁多你個人嘅睇法，因為咁佢話嗱，等阿梁生，我簡單，我問 A， 佢就答 B， 我問橙，佢答蘋果。嗱，我問點解你冇聯想咧？佢哦，我因為咧，我逢係嘅嘢咧就係交俾律，即係我逢係法律嘅嘢交俾我啲法律嘅同事做。我講聯想啫嘛。梁生有冇補充？主席，阿梁議員，我可唔可以答你啊？你又講下蘋果係橙啦，講埋你啦。唔係有個問題，我問你，唔係我其實嗱，阿梁生，我問你點解冇聯想？梁生，主席，你冇聯想就冇聯想，你點解冇點解 ？O K， 明白。梁國雄議員，咁我覺得就係即係一個異乎尋常嘅，我呢個我真係覺得係異乎尋常，係即係確我確認我嘅講法就係、是、我喺你指出呢個係一個異乎尋常嘅事啊。羅光華議員，再，喂，你點解咁快就？我而家係咪唔可以再問佢啊？唔係，我如果你諗住啲問題咧，即係已經係重複上次有議員咧又問過，你都有問過。唔同嘅程度。咁你可以再問，不過正話咧已經講到，我哋原先咧就到五點半咧，就大家上次協議就大約五點半到。當然啦，我正話已經講啦，如果有啲問題完全冇問過，我會俾我哋嘅議員。會繼續問落去。如果有啲問題咧，已經喺唔同嘅議員嘅口中係問過咧，我就唔想不斷嘅重複。
咁因為咧已經係過咗原定嘅時間，過咗十五分鐘嚇。如果你有啲問題仲未問嘅，你可以再問梁國雄議員。嗱，梁生，咁咧你就即係話唔同意我嘅講法啦，正話就係話咧呢個當你填嗰份表嘅時候咧。如果你係填得詳細啲咧，可以幫助到你嘅同事去考慮成個問題啦。啊，呢個就係我上次對你嘅指責，就係話你不盡不實啦。你就唔同意呢個好自然啦。我想請教你就係、是，如果作為一個制度嚟講，而家呢份表咧就係即係一行咧就話啊嗰份工呢份外來工作係幾時，又係由於咩引起㗎？咁樣問咗咁快，咪如果將嗰個問題。是變咗十個問題，即係話嗱，由你由邊個引起你有份工啊？跟住接觸過邊個人啊？咁樣填落去，你覺得係咪呢個公允嘅做法咧？梁生，啊主席，咁咪可以幫助到你所講嘅就係話，你等阿梁生答咗先好嘛？梁國雄議員，你已經提咗你嘅問題，冇問題，梁生，主席，我真係唔想再評論呢個制度。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呢、這個就係以前未問過嘅問題嚟嘅。我問你，嗱，而家就一個問題就話 arise。如果嗰個問題分開十個問題問就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見咗幾多次面都填落去，咁你覺得係咪合乎一個程序？嗱，其實我咁樣問係有原因，不過主席咧就今日就截住我講嘅啫。你答咗我就會話俾你個原因係乜嘢。梁生有冇補充？啊，主席有冇補充？梁國雄議員，你個喺個聲明嗰度就講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喺你個聲明嗰度講啊，就係話咧，事實上只有審批當局才能完成這個責任。你個原因就係話咧，其實無論你點樣做都好咧，你都唔 capable， 即係你唔係冇能力去代替當局嗰個責任，因為你已經離咗職啊嘛，佢只有佢先至會。去衡量到兩樣嘢，我嘅講法就係話，你離咗職之後，你都有責任去將嗰啲嘢如實咁話俾當局聽。呢個係你作為一個離職公務員嘅責任嚟嘅，我認為係啦。你認為係咪？梁生，主席，我認為係嗰、那個申請表格係嗰個制度嘅一部分。是具體而微，在話俾申請人聽，你要提供咩資料？咁喺呢個申請表上邊咧，我已經提供咗審批當局所需要嘅資料。即如我頭先聲明所講，如果審批當局需要多啲資料嘅時候咧，我都好願意咧係會提供的。係啦，嗱，如果咁樣講嘅時候，即好似你正話講嘅，就係話你會。覺得咧，阿孫明陽局長咧就一定係會受諮詢㗎啦，係嘛？即係會問。咁你點解會確定？梁生，主席，係我喺個聲明已經講得好清晰啦，就係、是、公務員事務局喺呢一個2005年12月發出嘅通函咧，係發俾即係兩議員咧睇下嗰個通函啦。我睇嚇，佢係發俾邊個人嘅咧？第一項已經發俾局長啦。好啦。我是常備，如果你常備去退休之後去申請的時候，你話在我的諗法，他會不會問翻我的上司，即係局長咧，佢點睇咧？一定會問翻佢啦，即係我係咁諗法。